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看您满头都是汗，我你要不要擦一下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想拿这个纸，然后这 U 盘本身是插着的，我这么一拔，人刚划了我。去就去，反正有监控，我什么都没干，我怕你呀？你看他愿意去，咱前面就掉头吧，叔叔，别开了。哎，小姑娘，不用掉头，最近的派出所就在江对面，我都录下来了。现在是大数据时代，他跑不了，我给他曝光。你拍什么拍？让你先出手。哎，我说丫头啊，那一码归一码嘛，你说这个公交车不能乱停的，再说我们这一车人都不能都跟你去派出所啊。哎，对，我不能去派出所。我还有急事呢，那您停车，让我下就行吧，我一个人下车总可以吧，叔叔，您让我下去吧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你干什么？你听我说，你冷静，你别害怕。这个公交车呀，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能随便停车。你可以这样，你打个电话，你先报警，让警察呢在下一站等你。下一站是哪儿？沿江西路站，过了桥就是。跑了你了，我还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下车，我现在就要下车，您停车吧，叔叔。你泼完脏水就想跑，你是不是心虚啊？哎呀，让他们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师傅啊，不要影响你开车啊，安全第一。停车吧。让他下去吧。有没有人下车跟我做个证？哎呀，我还有点事儿。你让警察找我，我都录下来了。你给我下车！没到，我下什么车呀？下车！你怎么把他拽去了？他是色狼。